各位好，我叫蔡秋喜。那今天是代表远传来参加全球华人十大杰出专案经理人奖，很荣幸的我得到这个奖项了。那在这个过程中也感谢我们的长官给我们的背后给我们很多的支持，也很感谢协会给我们不断的鼓励。那也秉持着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一直秉持的一个精神，就是为了成功而找方法，而不是为了失败而找借口。那同时我们在得了这个奖项以后，我们也希望就是把这样子的专案管理的手法可以带到社会上面，同时也培养我们下一代的专案经理人，让我们的这种专案管理的软实力可以更上一层楼。谢谢。